上好呀，现在我要去滑雪喽。要说一下，因为之前呢有人丢了板子了，好像被人偷走了，所以大家滑雪的话以后一定要记得买那种锁，把这个锁起来，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丢板子的事情了。这就是今天的景象，今天又是一个下雪的一天。前几天天气一直都特别热，今天是这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下雪。对啊，今天又下雪了，好像我每次来都下雪，特别棒。哇，看，我有点远，等一下我站远一点给你拍。他在做热身运动呢，看着就很厉害的样子。两个星期不滑，又忘记了左脚右脚了。其实我应该是这个脚在前边，穿这个脚，但是我穿反了，我把这个脚穿上了，所以我刚才下来摔了一大跤，滚了好久好久才滚到一个安全地带。今天我又是先从栏道推下去跟他们一起，然后呢我一会儿再去自己滑绿道。刚才强行换刃摔了个大的，我膝盖好痛呀，好在有穿护具还好一些。昨天这个痘痘好明显呀，就算是哪吒的一点红。我刚才有感觉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一路下来呢换了，连续换了几次人都成功了。然后我的感觉呢就是因为我每次换的时候我会有加强力度在某一只脚上，就可能可以控制多一点这个板子，以前就不能控制嘛。但是呢我也不确定我这个对不对，
所以我晚点我可以跟滑得比较好的朋友请教一下，如果对的话那我就继续练习，如果不对的话我再做一些调整。我刚才又摔了一跤，是尾骨着的地，好痛呀。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我每次戴了雪镜之后我就看不清东西，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然后就特别容易摔跤。就我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适合戴雪镜，但是因为现在雪下的超大，不戴雪镜呢就一直往了眼睛里面跑，所以我还是需要再调节调节。刚才有一个特别滑得特别好的人喊我，他说他知道我名字，但是因为大家都穿着雪具戴着眼镜看不清谁是谁，所以我很好奇到底是谁，一会儿我要去扎个究竟。嗨 Lucy， 我连 goggle 都摔歪了。 Hello， who are you？ I'm one。 Take off your goggle。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坐的缆车。其实我觉得这个缆车挺吓人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椅子，它没有什么保护的，讲一会儿话就有点呼吸不过来了。我觉得以后呢我还是会继续去上蓝道的缆车，真的快很多。可以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双板选手，他们滑得特别快。渐行渐远了，我滑的时候不敢拍，因为我怕摔跤。行，那我现在要跟上啦。哇，就滑双板的小朋友都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单板双板都是可以一起玩的。我现在呢是中场休息过来喝个水，但是发现原来我的袖子一直在外边，然后都湿了，并且它已经结冰了，好凉啊。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是一个洞，而且呢是很空心的那一种，可能看不太见哈，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如果有大神看到这支视频的话呢，可以给我们做个解答。我今天学会了非常标准的换刃，然后就几乎是可以，如果多练练就可以走刃了，主要是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从白天滑到了晚上，其实我现在已经滑不动了。 MSL 晚上超美的，它会有这个彩虹灯在这边，但是绿道上就没有。最后一趟呢我们就慢慢的推坡推下去吧，因为太累了，力气都花光了，就不敢去尝试一些危险的动作。现在呢我就是要滑下去，然后休息一下准备回家了，我们下次再见。